自由，随风走的自由。自由，这样的青春结束后才开始失去自由。随风走的自由。每个人有关青春的回忆各有不同，也许是在下课铃响后和同学一起冲向食堂，也许是在篮球场的呐喊声里挥洒汗水。而林格的青春是在时针转动中不断逆行，守护最纯粹的感情。很多人说林彦俊和林格很像，话不多，看起来有点冷。我觉得他更像一个老朋友，而我也是听故事的，看他经历青春，理解爱的意义，和他一起回到最美好的年华。这是我的第一部音乐剧，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。感谢你们来，我在时间尽头等你，看林格的故事。希望我们都能珍惜现在，活在当下。班长，啊，周末晚上有空吗？
谢谢大家。